Hello，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折纸星星。OK， 首先要拿一个纸星星纸，然后就白色的地方没有图画的地方就这样子凹过来，然后按着它，然后就变成这样子，之后再转过来 ，OK， 然后把这个长的地方放过去，按着它，变这样了，之后就转过来，这边有颜色的，然后剩下的是白色的，就把这个长的地方放这边，然后就过不了去，然后就要打开后面，就这样推上来，然后就可以伸进去了，伸进去，然后这个一定要记得抓着它，就按 ，OK， 然后就按着它，然后就变这样了，然后这有一个小小部分是凸出来的，然后就塞进去这边，就变成这样子的了。然后剩下的地方怎样折呢？就这样，也是白色的地方，就长的地方，这边有两边，两条路，然后就先往左或者往右，都随你便。然后就我是先往左边，左边，然后翻过来，然后右边翻过来，然后左边。翻过来，然后右边翻过来，然后左边，然后剩下最后的就可以折去右边，就是说每次折的地方都要不一样，就可以折成一个星星，然后就扁扁的，扁扁的就不好看。然后这边，这边就你手指下去按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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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形成了。然后我已经弄好了罐子星星，现在我就打开，把这里放进去，再盖着就好了。你折好的星星可以送给朋友或者家人。OK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点赞哦。拜拜，再见。